大家好，现在我在中央车站。等一下，好诡异，为什么人这么多？这是我的朋友皮皮，你的手呢？过来，手，来手拉着，手往下拍，手好，手拉住了，嗯，很好。现在我们走下来。中央车站，你觉得这个灯好看吗？他们这个车站的灯都不太适合拍照。但是你说一下它很好看啊，你要符合剧情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灯是不是超级漂亮，超级亮？好丑、啊！哇，这个地方变了，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但是他们当时就在这里就走了死路，然后呢，石原里美就说我们下去吧。好了，现在转回正常拍照时间。你觉得这样不说话拍很尴尬吗？你要说什么？爱说什么说什么。你记得把我拍可爱一点，你要把我拍的难看，我跟你说你完了。我从现在开始你就已经不可爱了，在你做出这个动作的时候。真吗？那你要不要做一点可爱的动作？可爱吗？快点模仿一下石原里美说过的话。说的把我拍可爱一点哦。您好， please report to the station master's office. Your daughter, you.然后呢，我们一起吃甜甜圈吧。啊！我建议你先去整整容，再来拍是比较好的。太过分了你！妈，开始了。我们有身高害，你不觉得这个很难拍吗？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身高差。真的吗？不，我们有很多身高差，我们就是有。我们有27厘米，你记住了吗？我们有27厘米。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。好，那我们有27厘米，那又怎样？你有什么拍照好看的技巧吗？主要是人好看就拍照好看。你怎么这么实诚？来，往那儿走。往那儿走。你走，你先走。那你先，你射远，往那边跑。好，然后你跑远一点，然后你可以看我蹦蹦跳跳的样子，小白兔没有白这样蹦吧蹦吧，你往那边远，你从你在远处，我在近处，好傻逼呀、啊、真的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看看吧，这位小可爱。这位小可爱，今天开心吗？超开心吧。为什么开心啊？因为星星要帮我拍视频了呀。那你觉得视频里面你的自己美吗？超美的，这个学妹超像的。哦，是吗？那我们把这段视频发给石原里美吧，看他怎么做想。今天我想给他，他马上要过生日，我想给他祝生日祝福，给他拍这个东西。石原里美要过生日？对的，12月24号呢。那请问，如果你以后看到你自己的这段视频，你会如何做想呢？超开心的。
因为谢俊瑶帮我拍的，他一袭古巴的罪名，我跟你说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。